Hello， 各位同学，晚上好，现在应该是晚上了哈。很期待，就是期待什么呢？我的帅气好朋友，就是比我还帅气，比我还会唱。好了，这个冠冕堂皇的话就免讲。反正总而言之呢，5月28号，谁的演唱会一定要去看？就是帅气的 B， 他呢终于就是开了一个，就是属于一个就是非常厉害的演唱会，然后唱两个 set， 会唱很多很多的歌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也要和 B 说一声，真的那个韩文的对不起，怎么说？我没有学到，就是但我会用对不起，然后还有 go man， 然后还有 I'm sorry， 还有那个没了，就是对不起，因为我那一天刚好有工作，然后就是希望呢，我们一起就是在音乐上努力，然后将来一定还有很多很多碰面的机会。然后希望呢你的演唱会顺利，那当然呢你们要用最大声的尖叫声，他才会唱得更厉害。我是小雨 B， 希望你的演唱会顺利哦。